题。我答应了西瓜，我要3000万。什么西瓜？西瓜，我儿子吞我的钱，钱一点。你们串通的？串什么通？我们不认识。大的那袋在哪？钱一点。不要啊！什么大的那袋钱？只有一袋都给你了。金毛局那袋。浅一点。不要啊，大哥，冷静点。男的都是去还人嘛。断联兄弟，你不相信我？是。是你拿了。你两个贼。说相声。浅一点。赵广先会死的。洗就洗。浅。不要啊！大哥，你还有一个西瓜。我儿子也是生着尾巴，老婆还在守寡，好惨哦。我老婆死了，要是我都死了，我女儿没人照顾，好可怜啊！她只有8岁。都是为了家，都是男人嘛，公平点好不？我还有一本老人家要看护，要照顾，要是我筹不到钱，他们就要睡大街了。我练枪柴店只有2个兄弟，我更缺钱。明白的，明白。我们回去一起想办法。退后。我请你们去打劫啊，说谢谢啊，谢谢。